悍马碳纤维布加固施工工艺流程。首先凿除待加固构件混凝土表面粉刷层，将表面打磨平整，构件截面的棱角打磨成圆角，混凝土表面应清理干净，保持干燥，按照图纸定位放线，在混凝土表面涂刷碳纤维底胶，用修补胶对混凝土表面较大孔洞、凹面、漏筋等缺陷进行修补找平，根据设计尺寸裁剪碳纤维布，按照规定比例称量并配置胶水，低速混合搅拌浸渍树枝至胶液色泽均匀无气泡，待混凝土表面底胶纸干后，均匀滚涂配置好的浸渍胶，将裁剪好的碳纤维布按照放线位置粘贴在混凝土表面，沿织物纤维方向使用专用塑料刮板将已粘贴纤维布表面刮平，再次均匀滚涂碳纤维浸渍胶，使胶液充分浸润纤维织物，并使织物铺层均匀压实无气泡，多层粘贴碳纤维布时可重复以上步骤。悍马，高端加固材料制造专家。